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今天是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玩具组，一个套装，它是给我们专门的一个芭比娃娃，里面有30个我们芭比娃娃的鞋子。对，你没有听错，总共是30个，也就是15双我们芭比娃娃的一个高跟鞋，特别适合于我们的一些小朋友呢喜欢芭比娃娃的鞋子，然后但是呢他又苦于没有地方呢能够买到这么多的一个鞋子。这个鞋子呢不光是可以给我们芭比娃娃呢去拿去给它穿，同时呢你可以把它绑在我们的手腕上作为一个手链，作为一个装饰，也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这个设计呢是非常的一个走心，非常的一个新奇的一个设计。刚刚呢是把我们这个包装呢给它拆开来，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呢是有这样一双一双非常可爱的一个小鞋子，这里呢就是有一双这样粉色的一个鞋子，高跟鞋上呢是有这样的一些亮片，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找了它对应的一双，另外一只脚在哪里？在这里。找到也好了，我们把它放到后面。然后这里呢我会看到这一双这个鞋子呢和这个鞋子又是一对儿。我觉得在找鞋子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一个乐趣，就像我们玩连连看一样。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个套装，它呢不仅可以让我们同时得到非常多的芭比娃娃的鞋子，就像我们可以给我们芭比娃娃呢有非常多的一个选择高跟鞋的一个余地，总共15双，非常的多也非常的丰富，各种各样的一个颜色，各种各样的一个形状，各种各样的一个模型，然后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挂饰。然后如果你不家里没有那么多芭比娃娃给他穿呢，你可以把它穿在自己的手链上，当成一个特殊这个手链，然后这个颜色和这个设计呢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设计，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真的是要给这个玩具的这个设计师呢大大的点一个赞。比如说有些这样黑色的鞋子呢，它旁边呢就会带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带一些亮片，带一些小花，各种各样的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些修饰。比如说这双鞋子旁边呢还会带一些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装饰在旁边，我们这是按照它的一个花样来把它摆放。这个前面4双呢是带的，4双都是带小花，后面4双呢都是带我们的小星星，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小花，所以我们来放了前面。我觉得这个芭比娃娃是非常的幸福，每天呢都有这么多鞋子可以去换，作为一个女生我觉得非常的满足。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是放了2排，后面那一排呢是完全是都是我们的小花，然后前面这一排呢都是带有我们的小星星五角星。有些呢是带了我们的亮片，有些呢是没有带亮片，然后这个呢是一个这样的带着非常高的一个防水台的一个高跟鞋，然后旁边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个点点的一个点缀，像小珠子一样的点缀。然后粉色的也有一双，这种粉色带亮片。所有的鞋子摆在这里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这个鞋子摆的时候呢是不是特别容易能够方便的站在那里。这个时候呢我就非常的期待商家呢能够设计出来一个这样能够让我们的鞋子自己的站在那里的那么一个鞋柜，专门适合于我们芭比娃娃的一个鞋柜。然后我们的鞋子呢现在呢是让我们把它全都已经摆放好了，现在是轮着我们这个手链。手链呢感觉是非常的轻，不是特别的重，
如果是小朋友对这种金属不会过敏的话呢，也是对这个手链非常的有意义，也有意思。其实这个手链呢，也可以调节我们手链的这个长度，根据我们小朋友手的手腕的粗细。两个手链的这个链圈在这里，两个都是一样长。还有一个小塑胶包呢，里面是放着我们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橡皮的圈，这个小圈呢，其实它是可以打开来，然后可以给它穿在我们的高跟鞋的鞋跟上，让我们的这个鞋子呢能够穿在我们的这个手链上。这颜色呢也是按照我们高跟鞋的这个颜色来，我们可以拿出一个来给大家试一下。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高跟鞋给它固定在我们的手链上。然后我们可以过来试一下，让我们的芭比娃娃呢来试一下我们的鞋子。第一双鞋，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手链呢比较重，所以它就不能更好的固定在我们芭比娃娃的脚上。然后我们来试一下第二双，鞋子的大小呢是刚刚好，非常的合适，芭比也非常的开心，丹丹。总的来说呢，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设计和这个灵感，这套玩具的灵感呢是非常的有意思。芭比娃娃的鞋子，同时呢是有能够得到这么多芭比娃娃的鞋子，不光呢可以给我们芭比娃娃玩，同时呢还可以做成手链，让我们自己呢也能随时随地的看到这个可爱的一个鞋子在旁边。鞋子呢也是设计的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小巧，放在手里呢真的是对于我们这种鞋子爱好者是玩不释手，爱不释手。然后可以在视频下方呢留下你的留言，告诉我们你们喜欢哪一双鞋子，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的鞋子，你觉得这一套的这个玩具组你感不感兴趣，你喜不喜欢。也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视频，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点个弹幕指向上的赞，在视频的上方呢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每周我们就会最新推出非常多有意思的视频，希望你能够观看。那么我们就希望你能够玩得愉快，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